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欣，欢迎来到运动女生。我们今天要在家一起做这套运动，是专攻你的腹部肌肉。我们呢会结合腹肌运动，还有心肺运动。当你在做心肺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呼吸跟你的心跳会加速，所以呢在心跳跟呼吸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做腹肌的训练，你的肌肉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来维持平衡，这样子呢就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那我们准备一起先做暖身运动。第一个暖身运动，我们把右脚举起，用左手去摸你的脚趾头，然后左脚举起换右手去摸，看你能不能尽量把脚伸直。动作，我们做上半身的画圈。然后换反方向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做上半身的左右回旋。再来呢，我们下一个动作做深蹲。我们先不用蹲太低，就浅浅的蹲就好。我们现在只是暖身，还不需要做太激烈的运动。最后我们做最后一个暖身运动，就是原地的小跑步。其实我今天原本不想运动的，但是因为今天要洗头，所以呢想说都要洗头了，那就顺便运动一下吧。 OK， 我们暖身结束，然后准备开始做我们第一个动作。OK， 我们第一个是心肺运动。心肺运动刚刚有点做错，搞不清楚要干嘛。我们心肺运动每个动作会做两次，所以呢，一次是30秒钟，然后连续做两次，中间会休息15秒钟。OK， 休息一下。准备，刚刚的动作再一次，看你能不能，跳越远越好，然后蹲低。我其实有点小感冒，但是呢，我今天发现光线很好，如果不录的话浪费光线。我住的这个地方天天都在下雨，所以不是天天都有好光线的。 OK， 下一个动作。 预备开始。
这个动作还要再做一次。准备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休息，准备做下一个动作。预备好，开始。剩下不到十秒钟，可以休息一下。深蹲跳我们会再做一次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做腹部肌肉的运动。预备，开始。如果你累了，就先深蹲，但是不要停止哦。累了不要停止，改做比较简单式的。OK， 休息非常好，我们开始准备做我们的腹部肌肉训练。OK， 我们躺在地上。双脚举起成90度，右脚点地，左脚点地，你的大腿跟地板成90度，小腿跟大腿成90度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可以把上半身提起。记得呼吸哦。好，休息。好，准备，双脚举起，开始。不到十秒，OK， 第一个腹肌运动结束，我们准备做下一个腹肌运动。OK， 下一个腹肌运动准备，双手放在头顶。记得你的上半身跟身体成一平面。这个运动呢，是练你的腹斜肌，让你有好的、好漂亮的马甲线。记得要呼吸哦。我可以休息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换右脚伸直，左脚弯曲，预备好。双手放在头顶，开始。
有4秒钟。OK， 非常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准备做第二半步。OK， 我们的休息时间快要结束，我们准备做第一个动作。预备，开始。记得哦，跳的时候脚板碰脚板，手放在地上的时候一样，脚板也是合并。剩下6秒钟，可以、okay， 休息一下。这个心肺运动再做一次，准备好，预备。10秒，我偷懒了一点点，准备做下一个动作。预备好，在地板上，预备，开始。轮流左手先放，或是右手放。屁股尽量放低，但是不要下垂。可以休息一下。预备好吗？准备，回到刚刚的姿势，开始。我看不到镜子，所以不知道我屁股是不是翘起的，只能尽量放低，但是不要下垂。休息，我们准备做下一个动作。预备好吗？准备。停3秒，也不是3秒，停几秒？3、1、2、3。这是我们最后一个，这部分最后一个心肺运动。OK， 休息一下。这个心肺运动做完，我们会做2个腹肌运动。OK， 准备。开始，
做第一个腹肌运动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做另外一边 ，OK， 准备好，我们做换左边，预备。你的手尽量不要动。而是用你腹肌的力量，把大腿，把脚来碰手，屁股不要下垂哦。OK， 休息一下，我们准备做下一个动作。OK， 准备好下一个动作。轮流，右脚在上交叉，然后左脚在上交叉。OK， 休息。我们休息一下下，然后做第三部分的运动。OK， 我们休息时间快结束，准备做第一个运动。那我们只会有两个心肺运动，然后呢，我要说什么？只有两个心肺运动，然后会有四个腹肌运动，最后的超级燃脂。OK， 休息一下，这个动作再做一次。预备，开始。跳起来的时候，手在头上伸直。休息一下，我们准备做下一个运动。准备，开始，弓箭步跳，重心放在中间。如果太累了，不能跳的话用走的，但是不要停止哦，继续。这个动作还有一次，我们心肺运动，
就完完全全结束。预备，准备做第一个腹肌训练。OK， 准备好，趴在地上，双手双脚伸直，背拱起，双手向后拉，好像划船一样，放下。休息一下，准备做下一个动作。OK， 我们准备预备下犬式先，然后右脚举起，膝盖收起，回下犬式，左脚朝天，膝盖收起弯曲，下犬式，然后轮流。膝盖收起的时候，记得脚板不要放在地上，而是悬空的。OK， 休息一下，准备做下一个动作。OK， 下一个动作，预备，躺在地上。膝盖交叉，脚板交叉，手臂交叉，手掌交叉，仰卧起坐。这个动作呢，因为你双手双脚交叉，所以呢，完全要靠你腹部的力量来做仰卧起坐。OK， 休息，准备下一个动作。OK， 下一个动作准备好，上半身在地板躺平，双脚交叉，举起，放下，举起，放下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在放下的时候不要完全碰地板，举起，屁股抬高。放下，屁股抬高。OK， 我们先来做伸展操。我们先左右踏步，让我们的心跳渐渐。最后一个腹肌训练，速度渐渐放慢。OK， 我们主要的运动部分完成。OK， 我们来开始做双手交叉伸展操，不是暖身，伸展操。回中心。再一次向后拉一下腹部的肌肉，然后回中心。OK， 我们做弓箭步，拉一下大腿的肌肉。我们刚刚做了还蛮多的肌肉的小，虽然说都是心肺运动，但是我们脚的肌肉有用很多，所以我们还是给它拉一下，免得明天脚会很酸。刚刚拉一下肚子，腹肌有点酸。然后我们换另外一边弓箭步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坐在地上，然后呢，膝盖交叉，膝盖叠在膝盖上面，
拉一下大腿外侧肌肉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身体向前，然后呢，起来，换另外一只脚，膝盖在上面，膝盖叠膝盖。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上半身向前压，放松，我们趴在地上，双手放在腋下旁边，然后把上半身撑起。我们看看你的左脚，你重心看看你的右脚。慢慢的放下，然后再一次，再次看可不可以撑高一点。然后把你的脚尖放在地板上，然后屁股朝天花板翘起来。坐下，然后呢，做一般的就是脚交叉坐，然后呢，把右手放在屁股后方，左手放在膝盖，然后深呼吸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向后转。放松，回到中心，把右手放在左膝，左手放在屁股正后方，吸气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向后转。恭喜你今天的运动完成，很开心你跟我一起今天一起在家做运动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